年初四子时到，大甲镇人工照例把不会抽出国运签，其中象征国运的人口签，签诗标题为白蛇金玉许汉文，这支签该怎么解？今年是中上大破大利年啦，方向足重要，方向啊唔对，所有机会拢无效啦。国运也好，啊时机啊，大家爱把握好，当时拢爱团结啦吼，啊爱吼守护。台中乐成宫和西妈祖庙抽出了八支四季签，其中代表国运签的首支四签抽中了上上签，抽到是上上签四啊，这个表示啊，我们国运应该可以昌隆可期。云林北港朝天宫接神日良辰吉时，依序抽出的六支签提到，龙年开春各方面运势皆不错，要留意中秋过后可能会有变化。捐款未歹啦吼，捐款未歹，但是吼，年终过吼，应该就有变化啦吼，啊，要生活有变调的吼。彰化鹿港的天后宫有别各庙宇抽的是行业签，2024金龙年最有发展机会的抽出了三大行业类别。今年最好的三个行业分别是我们的洋品百货商，还有我们的工业轻工业类别，还有我们的木材商。有待努力的是我们的工业的资讯商的部分。中部各庙宇新年开春抽签解国运，各方说法提供民众参考，来年的运势跟机会最终还得端靠打拼努力。民视新闻中部综合报道。